要在产品上标示日期跟批号，其实是一件很简单的事。这是目前普遍被使用的小字体喷字机。这是美国 HP 公司开发的墨水夹，它迅速改变了全球多数制造业不再使用小字体喷字机。墨水夹喷印机真的让产品喷字变简单了。小字体喷字机所使用的稀释液大部分是有机溶剂丁酮，它对人体非常不友善。DJ45 墨夹式喷印机跟使用办公室里的印表机一样，没有多余的维修跟保养。一颗墨水夹功能居然等同于小字体喷字机的油墨、稀释液、喷印头、勾墨系统四项的加总组合。当你体验过 DJ45 喷印机后，我们很有把握你一定会有极高的满意度。你会想换下目前使用的小字体喷字机，因为很快地你会省下一笔不必要的开销。采用了 DJ45 喷印机，很快地你也会习惯没有稀释液臭味的工作空间。你会有更深刻的体验，原来在产品上标示日期、批号只要这么的简单。欢迎电话或 email 联系我们，进行 DJ45 喷印机的实际体验。我们会到贵公司实际安装一台 DJ45 喷印机。贵公司只要采购一颗墨水夹，你就能够充分了解 DJ45 喷印机的众多优点。我们提供使用三颗墨水夹或是三个月的体验时间。 Google 一下墨夹式喷印机的英文缩写 TIJ， 查询它在全球有多普遍被使用。体验期间贵公司采购的墨水夹总金额可以折抵换机款。为什么选择俊逸公司？当国内众多喷字机公司从欧美、中国进口小字体喷字机时，俊逸公司将国人研发的墨夹式喷印机销往全球市场。请联系我们，发掘新世代产品标示用的喷印机。